大家好，我是翠花。为了找到萨姆大叔，我转到了他所在的学校。可是没想到，第一天上课就被班主任追着回答问题，还要帮一个神秘美女买薯片。都这种情况了，还要吃薯片，这到底算怎么回事？健身房应该就是了吧？哦，在这里面，果然这下有出去的门禁卡了。喂，是神秘美女吗？找到东西了吗？找到了，我正准备回来。别回来，我听说一楼右边有武器库，找到武器就可以对抗班主任了。还有这种好东西，我马上去找。找到武器，这下就不用怕班主任了。数学课的时长是多少？啊，你怎么来了？快回答我。我不知道啊，快躲起来。数学课的时长是多少？怎么办，到底等于多少啊？对了，可以看评论里面的答案啊。找到了，55分钟。回手套。啊，难道又错了吗？好像回答正确了。那你还打我干嘛？哎呀，条件反射了吧。这个应该就是武器室了吧。哦，哎，有个人，你是？我就是我，不一样的烟火。这声音是张叔，不好意思打扰了。武器应该就在这了吧。哦，居然还要自己拼，这武器是乐高还是啥呀？这么麻烦。哎，算了，是时候展示一下自己的手艺了。当当当当，武器到手，哈哈，这下再也不用怕班主任了，终于可以出去了。4+4等于多少？那怎么又来了？这边应该就是神秘美女提到的出口了吧？4+4等于多少？怎么还在啊？美女，快给我开门！坚持住！开了，快跑！4+4等于多少？8等于8。报，回答错误，我可没有你这个女儿。啊，你竟敢占我便宜，去死吧！哦，你个绿植！班主任走了吗？总算是安全了。不过这个电击枪也太菜了吧，用一次就坏了。算了，去上一节看看，说不定那边有什么好东西。